我没带野兽啊，你别犯下行吧？没毛病吧？好吧，没毛病啊，妥妥没毛病啊。OK， 来，你不带野兽干啥？我有野兽，但是你没犯下，我不想野，没意思，君子协定，你懂吗？你野吧，我不需要，兄弟，我不需要，懂不懂？为啥呀？我不需要，就是君子协定，好吧？你别说话了，我接完工了，现在咱们俩就他妈是仇人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行不行？说对了，给哥，来，你俩打我看。我看你俩打，胖哥，你看不起我呀，胖哥？你别说话行不行？小胖哥，今天卡片，仇人了，这个现在已经仇人了啊！仇人，你别说话，好吧？仇人，而且我不说，仇人，仇人，现在，你没带野兽，我就不犯下了，好吧？行行行。可以，打吧打吧，你操作你快点啊！我操！行行，还有野兽？我操！我要君子协定，在雪山，你跟我讲什么君子协定，兄弟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你在说什么东西？啊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，兄弟？在雪山有什么君子协定？表弟给强哥打电话，买头，买头。在雪山的话有什么什么叫做君子协定，你跟我说说看，兄弟。没有协定，兄弟。行，就干你，就干你。行，他妈的，这死亡召唤拍你140多，没有什么看性啊，兄弟。那我指定了，我操，我血魔呀，浩哥，君子协定呀。在雪山就没有君子协定，你别逼逼了，你就死啊，你就死就行了，兄弟。行行，胖哥行。你他妈血魔怎么说？700是什么东西，兄弟？在雪山没有什么君子协定呀，好兄弟。啊？700多。哎呦，这不我炮哥来了吗？这炮哥来了。老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这是想念，打起来这炮哥。兄弟，你这看性加的有点足啊，兄弟。怎么说？不多呀，我都没蓝了。这他妈的有点，这他妈要输啊，兄弟！第一把皇宫就要翘了，兄弟们。君子协定啊，炮哥。哎。这他妈等一下，他妈丢炉子给我送他妈火战场了，我操！给他妈来把鬼气，炮哥，威力炮哥！先他妈给宝宝清了，我操！杀人不行，咱们先清宝宝。烧起来，炮哥啊！我操，他妈的还摇呢！我操！摇起来，摇起来！余导赢了，赢了吗？啊、哦，赢了，赢了吧！摇的哥他妈头有点晕，我操，兄弟们，给我下！死狗安凡玉，真的。大炮没了呀？有啊，有吗？有。老他妈是不是没鬼气啊，我靠，这不有吗，兄弟，丢一个稍微的给他们。我就说的今天刀里断，这孩子你都得清半天，你不用嘚瑟。
不用装逼。谁？我的孩子。王总，你没在，我他妈结巴，说他说不过王总，我操，你给我喷他。是吧？他你喷不过他正常呀，你喷不过他。他顶你八十个嘴呀，他。哎呦，炮哥。没什么东西啊，兄弟。这是三千法房的那种孩子吧？我看我弄什么宝宝，出什么宝宝呢？炮哥，出地听吧，你有吗，兄弟？炮哥，你给他破碎他，行，可以。你就碎他，对吧？你看他，你这孩子他弄不掉，你不用管。你照他头上敲，拿你那宝珠，随他。给我跑！先给。你有啥？你小王有啥？你有啥？你都打不过我，还我有啥？你有啥？哼！你赢过我吗？欢迎我谢哥，欢迎我谢哥。他妈的，多几回合变成他妈的，先给他像，先给像，妈了个巴子！破碎他，炮哥，他都是烧你了。行，稳得住，王总，你别急，稳得住。我不急，我不急啊，我怕你急。用老弟的话来说，稳得住。他一个药没吃呢。没事，风珠给他刮了，舒服。哦，对，刮风珠了呀，我吃不消药了。他几级风珠啊？我他妈没带风珠，兄弟。你有伤害你怕啥？我又没有放下你啊。你操作能不能快一点？亏屏很难受，兄弟。他一直在亏你屏呢，你不用管。他们团队都你别管，你快点操作行不行？你别瞎、啊。他们主打的，他满愤怒还得踩个塔。了个巴子！我他妈出不了手，我不踩塔吧？这他妈宝宝跑了你就得死啊！你啥意思啊，炮哥？你就是，咱看谁先跑。我跟你说，王总，咱们这战术就是赢不了，打他点耐久度啊，兄弟，懂了吧？你打他点药。你不也好耐久吗？我又不动手，我又不动，你老动。你这话说的也没毛病，兄弟，我操！不是，你的武器比我好耐久多呀，我又不动。我不动手。炮哥，你为啥只会像行呢？关键有战术呀。关键这逼他妈宝宝按反月，兄弟。感谢潘总，哎呀，感谢我潘总送的超火，恭喜我潘总夺得了群雄的冠军，哎呦。潘总，三天前我上你号我就说了，今年你必有一冠。这逼他妈怎么打呀、啊？我操！这逼他妈冠军，这是对。你别管啥冠，再个月的话，再拿一个这个，再拿一个五十男冠军，飞了，直接起飞。这必有一冠。这狗他妈，这怎么打、啊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这怎么打、啊？这怎么打、啊？一直笑呗。兄弟，你咋一直笑呢？啊！真的吗？感谢潘总，别你等会儿没蓝了，炮哥。等会儿他没蓝了。他吃他哦，吃燕、我是我也没差不多。他吃燕是回血的，兄弟。我知道。哎！我他妈没带七宝，你别丢武魂行不行，兄弟？欢迎我干爹啊！欢迎我干爹啊！我靠，兄弟啊，你这战术的话，我这不好打呀。你别丢无魂行不行？没带七宝，兄弟。这些变身没了。炮哥，你这炮哥，你不能老他妈像我，炮哥，你让我出手行不行？你别急。啊，炮哥，我急不急的话，你让我出手行吗？等我叫几个指挥，想点战术，兄弟。我没蓝了。没难你就死啊，兄弟！啊，
没男的你就死，好吧？哎，你这弄的你。哎呦呦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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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我靠，腰了！爆爆爆爆爆！这一丢炉子不结束了？那打实战，那打，豹哥。行，干他！他赢不了，他赢不了。我赢不了。我看你赢了，豹哥，给我。哎！豹哥，一会儿你没男了呀？我怕。豹哥。我稳得住，你让我吃两个药行不行，炮哥？我才吃两个药，兄弟。是你让我多吃点行不行？我啊，行行行行，我他妈又该盯轮子好了。你起来，炮哥，起来，起来打。哎呦我操！随便他妈又又起死人了，我操！我看看怎么的话，炮哥有东西啊，炮哥是真有东西，炮哥的战术也是用的比较好。等一下兄弟们别急，向前冲快进啊，这宝宝也不跑啊，我操，这他妈的跳君子协定，炮哥啊，老他妈没带七宝，我操，你飞亲自写定你啊，那法子这他妈跳舞了，我日，我看烧是烧不死，得给炮哥稍微弄点铃铛吃一吃呀，啊，这孩子是法房孩子呀，丢铃铛是狗很有战术呀，你还丢铃铛是狗，他狗多少年你不知道呀，还丢铃铛是狗啊，炮哥，对兄弟，兄弟你帮我想个战术，现在怎么打兄弟，我操，我帮你想个战术，你就破碎他，别让他破碎我呀，他们倒你破碎的倒地了没愤怒啊，兄弟七打破碎我呀，踩个塔，你踩塔不就有愤怒了吗，行可以，对呀、啊、我先给他现行现行完你踩塔，对可以，我烧不动呀，对吧，烧不动的话你炮哥，要不给你行，现你说的给你弄个炉子、啊、你说的非常对，我先现，兄弟你说的非常对，先向我，先向我，行，你连环击我不行吗，我现你不行吗兄弟啊，行，妈狗东西，你狗东西、啊、你狗东西，宝宝不按繁育是吧，哎呀，这一看的话多少沾点有东西呀、啊、宝宝不能跑兄弟，嗯，我看看这一把真他妈的稳不住了，我操，炮哥，你就给我死，你就给我死，兄弟，你就给我死，好吧？我操嘞！表弟你给他丢炉子呀，三点零元拆开丢完了，这没有，我不给炮哥丢，给他一丢孩子一丢他就没了，炮哥我操，这他妈的狗逼
保不神了，我说。我操，宝贝！胖子，胖子。